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dio Idol 三号 Amy。我以前最喜欢抱着一本书坐在床上听听 DJ 讲话，还有音乐。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在你开车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、还有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请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喜欢他的声音吗？那就赶快上 FM961.com 去为你喜欢的 Radio Idol 投下一票。加拿大中文电台。